情劝我居住，蝴蝶回来问我孤独，我叹空悲笑而不答。夕阳又来乱我心扉，壮年离怀不辞一醉，忘了情意深入骨髓，只听风声浩荡飞扬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曾经有云：“上善若水。”水的状态可以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小河里的溪流可以很轻柔，大海里的水就是波涛汹涌，冰川的水刚硬如铁，沸腾的水则是猛烈如火。真不愧是太极宗师，在下佩服。后会有期。请。张君宝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现在朝廷要替武当立个新掌门。啊！太好了，朕早就想把你和西郊的婚事给办了，只是军务繁忙，一时耽搁了而已。啊，现在也不迟嘛。啊，不过朕需要你去一趟武当山。去武当？嗯，只要你把朕的事办妥以后，朕一定会把你和西郊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皇上让我去武当是为了……朕要你上武当宣个旨。宣旨？沈姑娘，你马上就要成为贵妃娘娘了，赶紧接旨谢恩吧。民女不敢。沈姑娘，以前的事儿千错万错都是我常玉春的错，你就别怪皇上，更不要再怪自己，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，以前的事对我来说已经是过眼云烟，你也不要介意，以后好好对西郊，西郊是个好女孩。是，我肯定好好对西郊，可是您要是不回去，我怎么跟皇上交差呢？你回去跟皇上说，我已经收下圣旨，收下皇命了。就这样啊？这样还不行吗？这当然不行了。沈姑娘，你想想，你要不回去的话，我这叫有辱皇命，有负皇恩呐。再加上我还等着皇上给我跟西郊主婚呢。你回去跟皇上说，我要把这个发簪送给西郊当贺礼。君宝，这家客栈真的是没有什么素斋可以吃的，要不然我去化缘吧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哎，怪自己不够小心，不然也不会让你跑到大牢里去救曹猛。哎，客官来了，我看还是尽快赶回武当吧。你这么急着回武当山干什么？我不要你回武当山呢。雪英，你不要这样。你没听柳生九兵卫说吗？朝廷有意替武当立个新掌门，你可以借此机会离开，你还回去做什么呢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，
倘若是真的，新掌门的人选会是谁？皇上心目中的人选难道会是火狼吗？谁做都可以啊，只要武当和少林弟子不再被伤害，没有无辜的人再受伤，你也不用再去担心谁做掌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的，谁当掌门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不希望武当成为朝廷的傀儡，那是一个灵秀清净的地方，倘若师父在天有灵的话，他也不会希望武当被尘俗所污染。君宝，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你要陪我一起云游四海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是我重要还是武当重要？雪英，那我问你，是左手重要还是右手重要？你不要跟我兜圈子。我没有跟你兜圈子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别无选择，武当和你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武当只不过是权力的象征，但我是你的女人呢。你回答我，此时此刻是我重要还是武当重要？如果我重要的话，我们就去云游四海；如果武当重要的话，我就回我的大漠。雪鹰，武当此时此刻需要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跟我走？你不想和我一起远离争斗吗？雪鹰，你别走，只要我确定武当上下都安全，天涯海角我都会陪着你的。是先生来早了，还是我来晚了？不早不晚，正是时候。我记得我和先生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来往。现在朱元璋贵为皇帝，你又身为军师，为何肯屈尊来找我火狼？当初你跟你师父来到中原的目的，如今还在吗？当然，家师虽然已经过世，但我一定会完成他的遗愿。很好，当初前朝许你师父的，如今朝廷一样许你。真的吗？没错，但只是恐怕武当上上下下现在都听张君宝的，你要完成你师父的遗愿，恐怕要费一番功夫了。我火狼已非昔日无下阿蒙，区区一个张君宝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太极十三式并非浪得虚名，咱们走着瞧。很好很好，那在下先告辞了。为什么把我送给你的簪子转送给了西郊？因为西郊跟我情同姐妹，因为这簪子曾经是我最宝贵的东西。曾经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不需要了是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要一直带着它，一直带着它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魂也会留在这只簪子里，陪着你，守候着你。
难道现在你都忘了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所以我特别珍惜他。我把我最珍惜的东西送给我最珍惜的人，因为我不再需要他了。你不需要他了吗？好一句你不需要他。蓉儿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不需要他了？你说呀，你不需要他。我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了。你真的决定留在这里吗？求皇上成全蓉儿。好，朕成全你。西郊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这么孩子气，都快嫁人了。你不回去，皇上就要我留在这儿伺候你。你当道姑，我也要跟着当小道姑。我当了道姑，那常大哥怎么办呀？怎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他没有欺负我，他有回武当，我阻止不了他。看来我和他之间少不了一场恶战。师兄，我听说朝廷要替武当选新掌门，那个人是你吗？师兄，你听我说，他们是想利用你，除掉君宝。等他们达到目的之后，就会掉过头来对付你的。朱元璋绝对不敢对我这样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他现在是皇上，你拿什么跟他斗呢？说到底，你心里还是担心张君宝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是担心君宝，但是我也关心师兄你呀。你的心真的被他一个人占满了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不会快乐的。师妹，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，就让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吧。好，我走。我永远都会记得，你是最疼爱我的师兄。徐达伯温呢？你们倒是跟朕说说看，如今你们眼中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末将惶恐，请皇上息怒。哼，你让朕怎么息怒？是不是让朕把这个皇位让给你做？末将该死，不过皇上，我这样做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明朝着想啊。皇上，请体谅我们的
一片忠心。皇上，微臣只是暗示火狼，只有拿来张君宝的人头，才可以登上武当掌门之位。荒谬！君宝是朕的义弟，无论如何朕都要给他一条活路。君宝、火狼，他们是两虎相争，必然会两败俱伤。皇上，皇上，火狼桀骜不驯，张君宝功高震主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到时候我们就不怕武当跟武林同道串谋威胁皇上。君宝，你是不是在牵挂雪鹰姑娘？苍茫，你不明白牵挂一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。既然这么牵挂她，为什么不追她回来？我要能追她回来，当初就不会让她走了。是啊，还是先上武当吧，去晚了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。师父在临终的时候有过交代，掌门一职必须由君宝接任。就算柳生九兵卫与武当有所渊源，可他毕竟是……皇上都亲自到武当山了，既然他心里已经确立了理想的人选，难道你想违抗圣意吗？贫道不敢，只是全真教有全真教的规矩呀。规矩是人定的。我再告诉你，皇上除了要把沈姑娘带回宫里册立为荣贵妃，还有就是他要为你们全真教主持掌门继任大典，这是你们武当莫大的荣幸啊。你不要好歹不识，赶紧去准备吧。可是……还可是什么？可是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来不及通知武林各门派。谁让你通知武林人士的？那些人良莠不齐，龙蛇杂处，万一闹出个刺客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再说有皇上为你们亲自主持大典，你们面子也有了，里子也有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贫道不敢。快去准备吧，以免耽误了吉时。是。申荣，我看你在这儿待了好久，看什么呢？看山岚，看云雾，听风声，听落叶。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呢？你的心看不见，自然眼睛也就看不见。那究竟是宫里好还是山里好呢？这个问题我想了一夜。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好，因为元璋心里有你，不管你在哪里都是幸福的，对不对？他的心里也有你，你幸福吗？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过他了。不去想这个问题好像就不存在了。皇上就是皇上，他是天，是万民的天，他不会只对着你，也不会只对着我。我想明白了，无论在山上还是在宫里，我还是我。你变了，变得好清澈，我真的好羡慕你。难道是这样的山才让你修得这么灵秀？可惜你也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。修行无处不能，当初上武当是为了逃避，可现在我如果坚持留在这里，只会给武当带来无穷的纷扰，到时还有什么领袖可言？随遇而安吧，我不执着了，一切随缘。
宝师兄，君宝师兄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快跟我回去，虚云师兄说皇上打算立火狼为新任掌门呢。武当全真教弟子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当全真教是受朝廷封赠，母历代皇恩，广宣教义，传善世人，闻名敬仰者又何止千万，声势之浩大，教徒之众多，可谓旷古烁今。但自前任掌门丘处机仙游之后，武当掌门之位空缺无人，全真教屡经磨难，众弟子处于无首之态，朕甚是忧心，因此放之诸般国事不顾，至你们武当山下亲命掌门，宣布烈火教教主火狼忠于朝廷，屡建功勋，为褒奖其为国尽忠之为，命火狼为武当山第三任掌门，钦此。火狼叩谢皇恩，我将尽毕生之力，遵从恩师遗命，报效朝廷。万岁！全真教自祖师王重阳至今，武当掌门由上代掌门亲选，得全才兼备，文武双全者接管。而这位火狼兄，乃异教门主，他既不懂我教教理，也没有研究过我派的武功。如果叫他当武当的掌门，那么使我派失善教义就不能广泛流传，这就有违圣意，弃武当全真教武功而另就他门，恐难服众，万岁三思。巨云，你武功不高，胆子不小啊，你想率众抗旨吗？贫道不敢，贫道只是求万岁另选本门弟子接管掌门，以安天下教众之心。好啊，好，虚云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想另立武当弟子为掌门是吧？虚云啊，这武当是以武学闻名于世啊，你能告诉我有谁的武功在火狼之上，有谁能够为朕所用，对朝廷忠心耿耿？今日朕在这里是传旨而来，不得儿戏，你可知道君无戏言吗？好一个君无戏言啊！君宝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君宝师兄啊，是君宝师兄。既然皇上说君无戏言，那我君宝今日就要让皇上实现当日在武当山顶对在下的承诺。君宝，你终于来了。是，朕是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但是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不为朕所用啊，恃才傲物，拒绝朕送给你的武当长存和武当英雄的牌匾，你既然拒绝了朕的好意，那朕曾经说过的话也就全部收回了。不过朕念在你
是朕的义弟的份上，还是会给你一次机会。火狼，刚才虚云不是说你武功难以服众吗？要不然和君宝比试一下，胜者得武当。张君宝，你听见了吗？圣上命我们以武来定掌门。我早就想领教一下你的太极十三式了，顺便我们的陈年老账也该清算清算了。火狼，你我的恩怨暂且放在一边，我问你，少林和武当的弟子是你杀的吗？哼，这都得怨你，谁让你不早点出现。果然是你，今日我就要为惨死的兄弟们报仇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走了吗？师妹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你走开。我刚才上山的时候看见满山的弓箭手，武当已被禁军包围，皇上对你们不利啊。不可能，他们绝对不敢戏弄我。保护皇上。为朕所用的话，他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了。毕竟我们还是兄弟一场嘛。徐达，增派弓箭手。是。
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师兄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好吗？好，师妹，我答应你，不报仇了，也不做什么掌门，我带你一起回大漠，好不好？啊！君宝，玄烨，我有个要求。说吧。我不可以再陪你了。我走之后，你把我带回天山，葬在冰湖之底，使我的容颜不变，你就当我没有离开过你，只在冰湖休息一会儿。我的灵魂会永远跟着你，你记得吗？我说过，我连死都要跟着你。师妹，君宝，你答应过我师妹，把她带回天山，埋葬在冰湖之下。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说吧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把我埋葬在那湖畔，让我永远保护我师妹。好。好，张君宝，我就送你一程。让你做个大宗师，大英雄，多谢诸兄赏赐。啊！既然这样，这饼啊，我就自己吃了啊。好香的饼啊，蓉儿做的。雪鹰也会做啊。别跟我怄气了，来吃饼吧。啊！我是答应过你，让武当安享太平，但我可没说过，武当可以长存。张君宝，我不能让你在这里为所欲为。倘若你敢动武当的一草一木，不要怪我不念及兄弟之情。我张君宝和全真教上下的弟子们，誓死保护武当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
君宝，元昭他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他对不起沈荣，对不起沈万三，对不起你，甚至他还对不起我，他确实可恨，可是他不该杀呀。这些年来连年战乱，加上水旱蝗灾，百姓遭遇苦不堪言，现在国家才刚刚安定，依然国贫民弱，急需休养生息。如果你此刻杀了元璋，二十八路封王必定群起而造反，难免会陷入群雄逐鹿的局面的。再加上浙东张士诚虽然已灭，但他财雄势大，尚有余党，还有北方蒙古元顺帝余孽，西北野仙瓦剌等强邻大族纷纷崛起，铁骑横行，代价十万，皆对我中原虎视眈眈，长刺入扣啊。张大侠，如今天下苍生，正是黄台之卦，何堪再摘，国家安定方才有利民生，此计杀掉朱元璋，既于事无补，也只能徒添战乱，祸国殃民。况且他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他登基以来肃贪倡廉，整治劣治，建立了规章制度，有板有眼。杀皇上容易，但救天下苍生很困难呐，请大侠三思。请大侠手下留情啊。君宝，我知错了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高抬贵手，我会把我欠沈荣的、沈万三还有天下人所有的情都还给天下苍生的，相信我。朱元璋，我今天不杀你，全是为了天下的百姓。如果你不做个好皇帝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而且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皇上，这个张君宝是在效法战国时代余让失志，为智伯复仇，死缠要刺杀赵简子，最后是赵简子遂其所愿，让他刺激自己所穿的衣裳，是为记忆。宋太祖赵匡胤因为罪斩功臣郑恩，急得郑妻陶三春大闹金銮殿，宋太祖迫不得已把龙袍脱下来，让陶三春刀劈泄愤，这就是斩龙袍。
自此，张君宝一名张三丰，已是昨日种种已死，今后忘情弃爱，潜心太极，毕生贡献武当。世间任何事物都离不开道的轨迹，生老病死，成败得失，各有其道。人在尘世间打拼奋斗，也有其自身之道，来应付身边环境事物的变化，最终是量大福更大，计深祸更深。张三丰的太极十三式历经多年来辗转流传，延伸了陈家、杨家及吴、孙、武、傅等各家各门支派，人才辈出，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，不但威震华夏，太极之风劲吹四大洋，武当门徒遍及七大洲。我们又岂能忘怀，这一切都是源自当年湖北省武当山上的张三丰。吹过，飘荡到最后，到底谁来探索？对与错，究竟是如何？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